幸福需要恰到好处，作者毕淑敏。我学医生涯的开端颇为惊悚，根本就不懂任何医学知识的新兵到了西藏边防部队，卫生科长对我们说，给你们每人分一个老卫生员为师，让他先教你们打针，然后穿上白大褂就能上班了。我觉得这不像学医，像学木匠。我师父是个胖胖的老卫生员，说他老大约也只有20岁出头吧，但对16、17岁的孩子我们来说已足够沧桑。他找来一个塑料的人体小模型，用粗壮的食指在那人的屁股上画了一个虚拟的十字，然后说，打针的时候针头扎在臀部这个十字的外上1/4处，不然容易伤了神经，伤了下肢就会瘫痪，很可怕。我点点头说，记住了，屁股外上1/4。老卫生员说，从此你不能说屁股，说臀部。我像鹦鹉一样重复，臀部臀部。老卫生员又说，记住消毒的步骤，先是2%的碘酒，再是75%的酒精，棉球要涂同心圆，不能像刷油漆似的乱抹。我说，记得了。老卫生员又说，考考你，酒精要用多少度呢？我说，75%。他说，那么80%的行不行呢？我暗自揣摩，75%一定是能达到消毒目的的最低标准。藏北山高路远，所用物资千里迢迢地运来，使用一定力求节省，所以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。我说，80%行。老兵的面容很平静，继续问，那么90%的酒精怎么样呢？我说，那当然也行。老兵说，100%呢？我说，肯定更好了，只是那样太浪费了。老兵被高原紫外线晒成紫色的脸庞变成棕黑色，说，错了，75%的酒精可以破坏细菌的膜，药水渗入到那里去，整个细菌就被杀死了。浓度更高的酒精飞快地把细菌外膜凝固了，就像砌起一道墙，反倒阻止了药液进一步浸透到细菌内部，杀不死细菌。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，要恰到好处。那一天我记住了臀部和恰到好处。我到国外某机构参观，辉煌大厅中树立着金字的企业精神，其中有一条叫做合理期望。我说，这一条有点特别，一般都会更励志一些，比如崇高期望云云。陪同人员解答，这是我们的创始人遵从的原则，期望并不是越高越好，而是要恰到好处。期望太高了达不到，就会心生怨恨和沮丧，长久以往就会丧失信心。期望太低了，没有动力和目标，得过且过，也会让人萎靡不振。所以合理的期望是一种正确评估，在愿望和实际情况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。在那一瞬，我向后回忆想到了酒精，向前展望想到了幸福。酒精的浓度不能太高，过了那个最佳值，结果就适得其反。幸福也是一样，切不要贪得无厌。有些人把目光瞄向自己目力所及的享受最高等级处，某种机缘看到了好房子，就设想以后能在这屋结婚生子，看到豪华车就设想能开着这车呼朋引类风驰电掣，看到人家的高职务就发愿我以后要比你升得更高，看到别人的娇妻就想我的伴侣定要倾国倾城，看到人家狂发美食图片暗自发誓，有一天我将吃龙肝凤髓并昭告天下，知道寿星活了90岁，我就渴慕自己赶超100岁，凡此等等，皆为不合理期望。且不说把这些物质形态和外在指标
当成幸福的指标是否明智？且不说把这些物质形态和外在指标当成是否幸福的指标是否明智，单说目光如此之高，便有违恰到好处这一原则。房子完全不需要那么大，够用即可，太大了就算你有那个银两买下来也是暴殄天物。地球资源有限，你为什么要享用那么多的地盘，剥夺了他人的空间呢？食品完全不必那么精益求精，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为我们的体积提供营养，只要洁净并能够供给身体的需求即可。太稀缺精奇的食材，太复杂劳烦的烹制方法，太考究并故弄玄虚的进食环境都是不可取的。他们所附着的是炫耀高阶层的沾沾自喜，而这些恰好和幸福朴素温暖的宗旨不相容。配偶不必求国色天香出人头地，价值观相同，彼此说得来，互相喜欢，就是神仙伴侣。职务这事儿和你能力有一定的关联，但也和局面与关系牵连，并不是单纯凭着努力就一定达到目的。高下也没有绝对的公平，刨去坏人，这世界上的能人很多，自己做不到那个位置，让别人来做，未必就一定不妥。僧多粥少的事情，为何非要收入你囊中呢？车子主要是代步工具，不必把它看成是硕大的勋章或是族徽，彰显财力不可一世。那不是幸福的氛围，而是自卑的晦气沿街抛洒。至于活多久，这可是还有天机的秘密，你不可胜天，不要太狂捐。况且生死并不是胜败与否的决斗，只是无尽长河中的一环。泰然相同，生命之高下并不决定绵长或短暂，更在于丰美和深邃。身体健康也不必求全，就算体验表上有了向上或者向下的小箭头，我们也可以适时纠正，实在纠正不了，从容逝去就是。幸福是思想的花朵，和身体器官是否无懈可击并不相关。恰到好处是一种哲学和艺术的结晶体，它代表的豁达和淡然，是幸福门前的长廊，轻轻走过它，你就可以拍打幸福的门环。